看的什么书啊？小说。聊完了。聊完了，走了。走了。书借给我看，我先下去睡觉了。刚才都听来着。是，为什么？好奇啊。换作是你，你不好奇吗？都听到什么了？走私、背货、黄金。不过说来也很奇怪啊，冯氏的钱明明可以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转移到国外，为什么要用这么原始的一种方法？肯定还有别的事儿。很聪明嘛，思路很清晰。再聪明，不还是被你扣在这儿吗？别闹了，你要针对我有什么想法，就不会让我住客房了。谢谢你的书。